鄙人会来收复苏州，第一个办案的居然是你，你这个汉奸。难怪这顾惜行不愿意参加合约，原来顾家的公子你上了贼船。一中就想请教一下您，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？你呀、啊、真是当特工的好材料。你我早就已是臭名远招的汉奸，来，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，以后咱俩一起抓大鱼。朱站长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牺牲这十几条人命，只为了保全你自己。这人呐、啊，不能逆着这个历史的洪流，得顺势而为。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？一中老弟啊，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！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！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，否则死在九十号！把风声给我露出去，逼他动手。他不喜欢演戏吗？那就让他轮上。贼喊捉贼，你要想嫁祸于人，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？